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一线观。这某些经典的一个电影啊，有空的时候可以回味一下，譬如说奥黛丽赫本的蒂凡内早餐呢、啊、一个乡下来的一个少女啊，来到纽约这样的一个城市以后能够做什么，发一点点做一点梦。那怎么去做梦？就到蒂凡内早餐，蒂凡内是一个珠宝店，外面吃着那样的一个早餐，看着里面的一个精品，想着哪一天我可以啊，功成名就，我可以真正买得起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当然那是比较不切实际啊，还是要实地脚踏实地。但是有梦总比整天啊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好得太多啊。所以这个珠宝也有它另外一层的提醒大家，或者是这个鼓舞大家的那份力量。除了它的美以外，那你想想看，这个很多的珠宝串在一起啊，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尖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用途，要戴在哪里，它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也有它时代上面的一个意义存在。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您猜一下您肯定想得出来那是做什么用的，机会也不是太大。但是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时代的改变，时代的一个变迁啊，我们更要对时代的一个珍惜啊。好，那个珠宝你看，可以看得到这个珠宝除了手代表手上手指戒指上手指上代表的戴着那个戒指以外，还有这样的一串的这样的一个珍珠项链在那个地方啊。女生有珠宝，然后手环在这个位置另外一只狗可以陪伴在她旁边，那狗的眼神啊，你看哇，那份忠贞不二的眼神啊，来去衬托这个女主角啊，肯定是非常好。你看女主角除了手戴着那样的一个珠宝以外，你看脖子那个项链也更是不在话下的精致啊，脸上的表情啊，刻画出这也不是只是空有着财富的那样的一个贵妇啊，深邃眼光的透视啊，看着未来的一个气质啊，那个还是感受得非常深刻。所以整幅画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有她的一个气质，衬托出这个女生出来，比法国的一个贵族似乎是好一些的那个状况啊，但是她也不用书本，感受的让大家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位这个女士的优雅出来，这个作家画家卢克菲尔德是啊，卢克菲尔德是功力啊非凡，所以他画的这个是非常有钱人是这样子啊。然后另外中层阶级的，那些就画的也是非常优雅。这个女生啊，能画的这么优雅，非常不容易啊。这个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主要是十九世纪末期，这样的一个画家，他画的这个女生，你看拿着一本书啊，这个在那边研读啊，感受啊，要去思索，这个非常重要。那大家看这幅画，他画的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代表一个学生啊，一个女学生那样的一个感受啊，非常深刻。好，那请教大家，手里面夹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很像我们现在的平板电脑，那时候哪来的平板电脑？那时候你要去上课，你要做笔记啊，没那个纸也很贵的。那就用这样的一个板子啊，上面写用粉笔啊写下那个重点出来啊，回去啊再复习，再做那样的动作。所以时代在进步中啊，我们从那样的一个遗迹遗轨中啊，似乎也可以更感受得到我们现代人要珍惜，要多利用我们现有的一个资源，让我们的知识丰富度去念书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可能性是比以前高的。可是我们似乎不太做这个事情啊，蛮可惜。所以这位画家把女性的那个优美，哇，这个优雅，这是在威尼斯这个地方的一个女生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女生的一个优雅哦，快乐啊，这个那样的一个缤纷啊，画得入木三分啊，了不起啊。可是同样的这位画家他画的这样子，哇，很阴暗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很深沉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描绘的是一个家里面。你看看这里是
灯打在这个是主体这个地方，可是这个主体以外还有这个这边还有几个这个地方要去同步去呈现出那份的一个辛劳。那这个 主角在这个地方，小朋友在这里，小朋友这显然已经快要过世了，让他非常舍不得的爸爸在这样的一个抱着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爸爸抱着不是妈妈抱着？妈妈去世了，所以是这个官夫啊，那太太去世了，他一个人要照顾这个小 baby， 不止这个小 baby， 还有其他，那连最小的一个小孩，他都不能够让他可以成长，那份的一个辛苦，那份的一个伤心啊，感受得很深刻。那你说旁边这个是他太这个马妈妈？不是，这是他姐姐，年龄比较大的姐姐，也懂得小弟弟要去世的那份的一个悲伤啊。那另外这几个两个三个。这个更小的，或者是跟他刚刚要去世的那个差不多的那样的一个小朋友，还有三个，能吃什么？就只有那么一点粥啊！一家人未来到底在哪里啊？所以，同样维多利亚时代可以看到高层社会的那一份的一个有钱有他一个生活的一个气质，可是，一般民众的一个辛苦啊，这个就是他画出官夫的那样的一个悲伤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也画出维多利亚时代那时候穷人排队，那要干什么？买彩券吗？买一个希望吗？不是，排队等候去填上那个名单，说生病了可以住院了，因为这些都是生病，有些是小朋友，有些是老人，你要住院没那么容易啊，他要排队。清早一大早去排队，类似我们现在也要排队，有些有名的医师啊要去挂号，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相对你要找其他的资源来看病，那不是像以前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看到的那个辛苦面啊，不要被维多利亚女皇的光辉我们就遮蔽了，其实社会不平的那个现象，住院现在要住院很简单，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病人三十几岁而已啊，女性病人，他是因为经期有一些不规则，所以到妇产科来看，妇产科给他做一个超音波以后，哎，发现不太对劲了，这个底下有一个这个似乎有一个东西啊，在骨盆腔那个位置啊，那做电脑断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部分，这个是不对的那个状况，这里膀胱被他压迫到，然后这个肿瘤是在这里的状况，大概十公分大。你说完全没有症状，你不说有啊？有症状就是，月经有点不规则，那也未必是这个引起来的。但是它肿瘤因为在骨盆，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症状，即使压迫膀胱也压迫一点点的一个状况。从正面来看，这个肿瘤这么大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是卵巢长出来的一个肿瘤啊，那这么大。然后这里面肿瘤我们看到有白色的部分，这是表示有点钙化的一个痕迹啊，那有一些比较囊状的一个情形可以看得到，从正面来看也是啊，有些甚至于也可能有牙齿的一个状况，哇，听起来很恐怖啊，那到底什么肿瘤是恶性的吗？其实这是一个良性的卵巢的畸胎瘤啊，看起来蛮大的一个状况，你看这当然里面有些是水分，把它切除以后，哎，这个剩下的子宫还有卵巢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把它肿瘤拿出来，这里面还有一些毛发，所以是畸胎瘤，还好这个是良性，拿掉就没有问题的一个状况。好，那一开始请教大家，这个到底是什么用途啊？这是小孩子小 baby 去世以后来不及过这一生啊，所以给他带上这个好像有点珠宝，其实这里是假珠宝，给他带上去的头冠啊。时代那时候婴儿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一个健康啊，看看那样的多么让人家舍不得啊，感谢收看。